前我就收到这一粒东西，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智能洗脸机，它叫做 Foreo Luna Mini 3， 这个是第三代的。其实这个东西非常出名啊，很多那种美妆 YouTuber 都人手一部，我就一直听说它很好用，但是我又一直没有机会，现在我终于要来试一下它了。然后我自己是用了它一个礼拜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分享一下用了它一个礼拜之后的使用心得。我这款呢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是否中性皮肤，其实它有别的颜色是针对不同性质的皮肤的。它就是我家的狗，它叫做 Maxi， 一只黄金猎犬，今年七岁，很可爱对不对？它很贪吃，什么鬼都吃，你看你看它又在吃了。但是身为主人的我，那也可以给它乱吃东西，所以我家狗粮还有零食都是在这边买的。那如果你家狗跟我家狗又那么贪吃的话，我觉得它一定也会喜欢呐。购买链接在这边。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，然后是有很多那种软软的那个毛那种颗粒哦，是拿来清洁的。然后后面这个颗粒呢，是拿来紧致你的皮肤的。它一共有12档不同的震动力度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节，根据你不同部位，你就调节不同力度哦。那为什么洗脸不能只是用手洗，一定要花钱买这种东西去洗脸呢？原因就是说这个 Luna Mini 3是可以清走你脸上 99.5% 的肮脏的东西，比如说污垢、油脂、残余的化妆品，甚至是可以去死皮。那平时会长痘痘、黑头、粉刺，原因就是因为你洗脸洗不干净，所以导致毛孔阻塞。像我这种常化妆人，我觉得我更加需要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我还没有用这个之前，我真的觉得用手洗是很 OK 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用了之后，我真的觉得，好像真的有干净很多哎。这个东西洗脸的时候它震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，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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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滋滋滋的意思呢，就是要提醒你换一个部位去洗啊，不要一直重死一个地方 ，OK？ 其实我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已经 feel 到它的威力啊，我觉得洗完脸出来，我的脸变得很滑但是我摄影师一直跟我讲，我心理作用，感觉就好像做好去角质面膜的那种滑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分别就在于去角质面膜你要做大概最少15分钟，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要30秒就可以给你一样的滑了。它这边有一个 button， 这个 button 你只要按两下，它就进入一个叫做 glow boost 的模式。这个 glow boost 的模式呢，就是让你会瞬间变滑的那种感觉。那除了狗狗的产品之外呢，如果你家养的是猫、鱼、乌龟，甚至仓鼠的话，粮食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哦。另外呢，还有笼子、洗澡水、宠物药膏、猫砂、零食，还有等等等等的各种宠物用品，一样可以找得到。购买链接在这里。很神奇，一下给你看一下对比。我觉得卢娜米一区最大好处就是它够干净，除了洗脸干净之外，它的机器本身也是干净的。因为通常外面不同牌子的那种智能洗脸机3个月都要换一次刷头，而且它们刷头都是毛毛，所以很容易藏细菌。但是这个卢娜米一区这边是胶来的，所以就比较容易清洗。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不需要换刷头，然后后面这个充电口是防水，所以你不用怕进水。那这个机器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很贵，这类东西要735块，但是我觉得值得啦。如果花一笔钱是可以改善到皮肤的话，这笔钱我花。好啦，想买这个 Luna Mini 3的话，可以在 Sephora 上面或者是 Lazada 买得到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啦，想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